楼梯楼梯，98K，我造你的！啊，好痛啊！好痛啊 ！QAQ，还有一个跳二边，在我俩屋里。这把枪真难用吧？快快快，三点房吗？ 三甲房一滴，等一下，我会给他来一个大的。别漏，把他勾引出来。这几边我丢火烧死他。给他来一炮。他应该要出来了。又 ED 啊！你没开枪吗？我看你没开枪，我操！哦，卡枪口了是吧？拉个路虎兄弟。意思啊？房子不抽靶吗？我们去哪了？是吧？ 他在问为什么不在房子抽靶啊？这两个人有点过于前卫了，对他。我必须得给你补药。哎，让我接小妹。哎，那个打他，他吵死了。好了，很多枪有点要停。去厕所了，可以把他们全斩了，兄弟。 这个阿斯怎么这么难扫？好了一个，补不到了。去斩啊！去斩！补了4枪，兄弟没补死。哎！不要点石头，不要点麦垛后边。我能看到。2枪了。倒了，解救！一标他队友。我盯着。这么牛逼啊！不杀了这个厕所。 哎，想摸这么快，赶紧到了！哎，再摸，标点麦垛，二标麦垛。看吗？看着就行。我不同意。过不来，过不来。我要走左边过去吧。我操啊！往哪儿跑了？到这个电塔了，打两枪，打到了吗？到了，到2个都到了。不是厕所还没堵死呢。倒了一个。打2枪。 他的没头，直接在那个铁皮这里操作。屋里有一个，左边两个，左边两个，三个，兄弟，去救一下他吧，兄弟。